你确定唐卫都已经知道了？八九不离十吧。女人在这方面是挺敏感的。这下完了，你在所里怎么做人啊？我怎么不能做人？我怎么不能做人？我和穆苗一没头耳没抢，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那个微信小号见得了人吗？ 我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破坏他们俩，我纯粹是自己自娱自乐，怎么弄啊？现在都怪你，死花哨！要是没有你，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儿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自己生气了，怪我的犬了。那怎么办呀？ 你说会不会唐队睡一觉，明天早上就给忘了？要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睡了一觉，明天就都忘了？那怎么弄呀？哎呦，困死我了！啊，骄阳！啊，大海！ 你为何如此炙热，如此夺目？老实交代，这是谁写的给你的情诗？哎呦，我也在找这个人呢。哎，我们还没有微信的吧？赶紧加一个吧，啊！回头吧，我先去看看花少。花少，对了，刚才吃饭的时候跟小何说要加微信来着，他后来打岔也给打过去了。他微信名是什么呀？我现在加的，应该就是他的名字。 何慕棉，不是我的骄阳，我的骄阳，没听过呀。望阳，我有话问你。唐卫，你误会了，唐卫。哎，你别喊了啊！你再喊，全所的人全听见了。这是误会吧？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走。又是这样。 别跟着我啊！完了，这事彻底完了。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？怎么办呀？都怪你！ 知道了吧？是啊。 是不是你把我的事说出去了？绝对没有。 为什么今天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呢？那是因为你自己做贼心虚。
小何暗恋你，让唐卫知道了。他说我脚踏两只船，写情诗迷惑下属，你活该。你这落井下石吧，你就。你说我怎么说你好啊？我这马上要调走了，你又惹出这么多的桃色新闻来。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是一个写情诗迷惑下属的人吗？你当然不是了。哎，对了，要不行去找这个唐卫谈一次啊。我找人家唐卫说什么？对，我知道。你什么都不懂你。这要聊啊，我还得找小何去聊聊。何警官，我跟你说个秘密。嗯。这些店的甜品做的都没我做的好吃。我这两天又研究了两款新甜品，怎么样？下班后去我店里尝尝。这心情不好的时候最适合吃甜品了。谁跟你说我心情不好？那都在脸上写着呢。严肃点，执勤呢。哦。我心里还有一个秘密。说。那你让我说的啊。何慕民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赖少峰，我很严肃地跟你说，以后这种话不可以再说了。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方素。你听梁月胡说八道是什么呀？我不是听他说的。那你听谁说的？方素。方素。本来呢，我打算去跟教导员道个别，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方素和他说你的事儿。方素，他说什么了？方所他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这个情况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那肯定会对你指指点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先做了我的女朋友，这样就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非议。说什么呢？我做你的女朋友，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等于将来要跟你谈恋爱，将来跟你谈恋爱也就意味着将来要跟你结婚。你说没有爱情的婚姻算什么？那是交易，是欺骗，是不道德的。啊？啊什么？走。梁月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带着花让我跑步呢。花少，你干什么？对啊，你怎么看我这么激动啊，花少？哦，唐队。嗯。花少是有话想对你说。花少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哎，梁远，我，你帮我翻译翻译。啊，他想说，其实方所一直想找你解释的，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太忙了。啊，解释什么事儿啊？方所跟何慕眠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真的。嗯，那花少也会写诗吗？啊？梁月，我知道这是你的一份好意，但是他俩究竟有没有什么，那哪是花少能说清楚的事儿啊。啊，我走了啊，继续跑步了啊。写诗的事情他都知道了，走了，跑步去。小何啊，其实你呢是一名非常有能力、有潜质的警察，而且还是一个有热情、有魅力的姑娘。我要离开风景岛派出所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
像你这样优秀的女孩子，一定有不少的追求者，所以啊，你没必要委屈自己啊。来，坐坐坐。教导员，我没有委屈自己啊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方所和唐卫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夹在他们中间。我没有夹在他们中间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方所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做什么第三者，要用什么不道德的手段去破坏他跟唐队。喜欢方所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其实他都不知道。您放心，我会去找唐队跟他说清楚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青岛咖啡厅，晚上八点。说明我们有共同语言了。他们俩怎么凑一块去了？完了！华少，你去把方所叫来，快！进来。进来。哟，来，请进。那些情诗是我写的，我写的很好。我知道方所，他心里只有你，他对你非常非常用心。可是我觉得，唐队，你真的太忽视他了。你从来就没有用心的去感受过方所写的那些诗。我觉得爱一个人，就是要爱他的全部。我知道，宇阳对我真的是很用心。不过，我倒觉得梁月对你也很用心，
真的，他处处在维护你，不是一回事儿。我跟梁月就是工作关系，不一样。除了咱俩在这儿聊天，他来干什么呀？你们在聊诗？嗯，在聊诗和远方。我特别想知道，你们这聊诗是怎么聊的？这个呀，我可不能告诉你。不过，我今天晚上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好好跟我聊一下你的诗。你他妈把花少急的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你起来喝一点果汁好不好？这样甜的心情就好。这么说，你和这何慕眠把我的归属问题现在是说清楚了。这你的归属权不是一直在我这儿吗？这需要和他聊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干嘛以前因为他给我发脾气呢？知道有别的女孩喜欢你，我还不能生气了。我要的是你这个态度。但是我还是生气。今天要不是花少把我拽来，我一定跟你冷战到底。行了啊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的。快跟我说说，你当时写那首诗，什么风啊沙啊的，是说咱俩哪一次啊？多少年的风，才堆砌起这个世界。我走了这么多路，才来到了你的身边。你没有看见我脸上的风霜吗？那一尘一沙，都是我对你的爱。是这首吧？嗯。哦。哎，你是不是都忘了啊？那是我们谈恋爱、刚认识的时候，在情人滩约会。你呀，就想把沙子把我给埋了。我为了你高兴，所以被沙子烫住了，所以才是一沙一尘，都是我的爱呀。宇阳啊，嗯，你这首诗写的不错，嗯，就是太酸了。喂喂喂，你认真点好不好？我每次跟你谈到诗歌的时候，你都是这样，你真应该跟这花少好好学一学。花少？当然了。好，我以后一定跟花少好好学。你必须跟他学。
我是花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放锁，也许不该。我是替花少赔给你的。闭上眼睛，都是过去的颜色。握紧你的手，时间几乎停留，曾经的样子，曾经的承诺。贝贝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的好朋友，他叫小梁子。是我最舍不得。早。早。哎，你没事了？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对了啊，花少的早餐我已经给他拿过去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客气。这小何啊，可好了，大清早就跑我这儿忙里忙外的，比我来就早。方所，早。哎，早。来了，方所。哎，梁月，门口有人找你。谁啊？不知道，你自己去看看。哦。梁月，这下着雨呢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，你怎么了？你能帮我找个人吗？找谁啊？王平。他怎么了？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我一周都联系不到他了。他在着手准备心理咨询中心开业的事情，上周末借了我的车，说和人谈事儿去。这走了就再也联系不到了。他把你的车开走了？你还借给他别的东西了吗？还借了他10万块钱。你怎么？他说了，他北京的门诊转出去以后，他钱周转过来了，就马上还我。你们才认识几天啊？啊，他肯定是个骗子啊！他真的叫王平吗？他不会是骗子的，他真叫王平，我这有他身份证号。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查一下。姐，哎，你帮我查查这个人。身份证是假的。啊？怎么会呢？看看吧，不同姓名，不同身份，不同职业。但照片啊，都是同一个人。这个人啊，就是个职业骗子。上周报案的有两个，你是第三个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唐队，那个可能是弄错了，他就可能长得像。就谁？你别这么激动。不是唐队，那个他特善解人意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李燕啊，李燕，他不善解人意，能把你哄得团团转吗？之前一个35岁，一个47岁，被骗的钱更多。事到如今啊，你也急也没有用，只能怪自己有眼无珠，遇人不淑。唐队，行吧，一会儿你先带他去做个备案。然后你们就可以先走了。对于这个真名叫王平安的男人，我们已经正在全国通缉中，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俩的。走吧，我们先去备案好不好？来，谢谢唐队啊。
谢谢你啊。你跟我之间说什么谢不谢的呀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你忙你的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你别瞎想啊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，知道吗？走了。哎，梁月，这件事情你千万别跟别人讲。你放心，而且你要对唐队他们有信心，人一定能抓着。哎，先生，我又到了你说的收件的地方了，你都让我换了三个地方了，能不能别换了？啊，好，那你快点啊，快点。这是。啊，大哥，你这是？从哪冒出来的？少废话，这是我借的东西。哦，货到付款。哦，好。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，就是感觉那个男的挺奇怪的，他跟一般的寄件人不太一样。不一样。他这个上面写的是面膜，然后我就提醒那个男的要把收件人和寄件人地址写清楚，但是那个男的却一直说不用写自己的，后来还是我一再的要求下，他才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。然后那个号码我刚才拨过，是空号。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员工进行了一些违禁品的基础培训，我担心这里面会不会是违法的东西啊，所以我就报警了。正好，把华少带来。是。华少，休息。方所。好像不太对。
立刻上报！打着面膜的幌子，快递毒品，这帮人胆子也太肥了。包装怎么专业隐蔽，想必干的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没错，咱们不能打草惊蛇，操之过急。宇昂，咱们这次联手，干票大的。 确定是这儿吗？对，没错。他开始约我在这儿等他，然后呢，就让我拐来拐去的，换了好几个地方，具体在哪里我也记不清了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这是罪犯的模拟拼图，只能作为参考。行动。 这片没错呀，你确定他当时是在这儿给你交的快递吗？对呀，就这儿。你有看清他提过往哪个方向走了吗？啊，那边。行，这样，我牵着犬沿那个方向找一找，你开着车继续在这绕一绕，看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哎，行。 就是这家门口贴对联。
快递公司从你家里取走的货，还要从冰箱里搜出的这些东西，你怎么解释？你不用心存侥幸，根据法律规定，贩卖毒品达到50克以上，会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警犬从你家里搜出来的东西就不止这个数吧？你自己出了多少货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你不记得没有关系，快递公司那边都有记录。不可能，我每次寄货都不会留地址和信息。那我要是坦白的话，有没有机会立功赎罪？我们不会给你任何的保证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你有立功的表现，会对你的量刑起到影响。我说。说。这小子是个新手，一炸就被炸出来，无证业，就知道泡网吧打网游，一有钱全被装备了。偶然在网上听说南海有人在做毒品买卖，他千里迢迢赶过来，结果他只接触到了外卖，他自己也得天天在网吧上网，从网上订货发货。上家下家他自己都没见过，给他发货的上家我找人查了，结果地址都是假的。我看这几天啊，咱们算是白忙了。眼看就要抓到一条大鱼，结果呢，让他从手里划走了。我倒不这么想，我觉得这鱼就在咱们面前转悠。我觉得先得支一张大网，然后一锅把这些鱼打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想好怎么织网了？我说小何。我听说你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在宿舍里打网游啊？嗯。不是我说的。哎呀，我没有批评你。如果你玩的还可以的话，那么我想有个任务交给你。任务？你打的怎么样？不是我吹牛啊！现在流行的这些网游，要么我不玩，要玩我的排名一定是前10。好。我说梁月。你这个昨天突审的那个毒贩，他是经常在哪个网吧？经验网咖。好，阿珍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把这小何呢借给你，让他在网吧天天待着，守株待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也觉得今天逮的这个小子常去的那个网吧是 Morny 的，咱们必须得派人去查一查。我明白了，两位领导是要让我去做无间道。哎呦，没那么邪乎。我懂的，我懂的。要抓大鱼嘛，先打窝子。行，这个任务我可以接下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哎，最近进步不小啊！我这刚走，就学会跟领导讲条件了。你说说看。我想让梁月跟我一起去。我打得不好。我知道打得很臭。我们呢打过几次，他虽然打得不好，但是默契还行。关键是我想让花少一起参与进来，让花少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贩毒藏毒的嫌疑人。哎，这好。哎呀，关键的时候啊，还得是棉花三人组啊，配合默契，彼此有个照应。曾经的样子。
曾经的承诺。记得我们在一起哭过笑过，那些记忆是我最舍不得。不想问为什么分不清谁对谁，祈祷左右。